宋太太，这事儿啊，就差老太爷盖章了。嗯，您快去办吧。好。啊。啊，我在事务所等您的信儿。那就让您受累了。啊，再见。大奶奶，您回来了。嗯。大奶奶，您回来了。大奶奶。大奶奶、嗯、他们还是那句话呀，今儿要不交定钱呢，明儿庆和堂的掌勺师傅就不来了呀。这帮势利眼的混账东西也学会趁火打劫了。这是200块钱给他们，谁让咱们要办喜事呢，什么规矩都不能抿。明天20桌啊，少一桌我拿你试问。哎哎，大奶奶，这几天雇的短工嚷嚷要工钱，还有收拾楼的、果子局的、裁缝铺的、棺材铺的都等着结账啊。要我看呢，先给他们点吧，省得老来呀。得了得了，他们给你多少好处啊，这么帮他说话烦不烦呢？你看什么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快干活。哼，老太太娶了孙媳妇病情的好了吗？这好比冲洗，没准儿就好了，也没准儿就完了啊。什么没准就完了、嗯，宋家的门风就败在你这丧门星手里。张顺，给我掌嘴，就让他卷铺盖滚蛋。哼，小子的饶命。文才，你开开门，你让我出去，我要找你爹论理。江太，我求你了，你别闹了，你给我留点面子，咱们好歹都是亲戚。亲戚是狗屎。江太，我求你了，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要闹出人命来吗？你开门。江太，我不管。江太，说咱俩跟这儿白吃白住。江太，江太，我给个房子，我是为你爹才丢的官亏的款。江太，他得还我这笔债。江，你让我出去。二姨妈，嗯，二姨妈，嗯，喝点参汤吧。啊，哎，老太太，嗯，喝点。啊、哦，嗯，哎，喝来，喝点。哎，好好，新娘子怎么还不来呀、啊？文清啊，我给您叫去。哎，青少爷，青少爷，啊，老太太叫您呢。哎，来了，婷儿，婷儿，奶奶，来了来了，快，娘，文清，爹，啊、哦，我拿来了。哦。借了50000元，说好了2年之内还清，您看成吗？嗯，自幼曾浩向杜金荣先生借国币50000元整，月息1分3厘。嗯嗯，什么？还要用房子做抵押？那不用房子做抵押，您存折里有现金也成啊。嗯，二姨妈，一会儿啊，谢家的人就把嫁妆送过来了。嗯，新娘子明儿个就到，您的病啊就好了。哎，是啊，娘。素芳啊，哎，这是你妈托付我的800块钱，说是给你做陪嫁用的，你拿着吧。二姨妈，嗯，爹，来，等等，你甭管我，你回屋去。江太，我要找你爹论理。江太，江太，你回屋去。江太，岳父，这是我们俩跟着住交的房钱。江太，我只跟你借3000块钱，啊，2500也行。江太，去南方做出口生意。啊，想当初我做官的时候，你跟我一借就是10000块钱啊，现如今我倒霉了。顾老爷，爹这儿有急事儿。江太，文才，哼，江太，我求求你了，回房吧。不，我就是要问问爹还有没有这个理。爹啊，还有没有这个理，有没有，有没有。顾老爷别吵了，老太太又昏过去了。啊，哎呀，江太，快走。不成，
起了，他还没给我钱呢。你别闹了，跟他没完。二姨妈，二姨妈，文清，你看，文清，啊，你还快请罗大夫啊？啊，我找大夫去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醒醒，二姨妈，醒醒啊，老太太，给您。爹，说了不许尿，憋着。孩子尿尿，让他去吧。去。哎，对，给他有严严家的家呀，不着错。你说什么？第二个电话，好着呢。老太太，新娘子来了，您看呢？新娘子来了，太太，二姨妈，您看，快看，您看呢？文清娘，新娘子来了，新人下轿，摆火盆喽，旺旺实实的。新人慢走，老太太，老太太。我回家还有事呢。哦，守着小丈夫去吧。嗯，是不是？走吧。别理他，我借你本新书《冯朗弟的简爱》，你准没瞧过。太好了，走了。哦，岳父，嗯，你要走了？这就去火车站。嗯，一路上兵荒马乱，东西一定要换好，尤其是钱。你一向是马虎大意。您放心吧，我知道钱是顶重要的东西了，何况还是借来的。开肥皂厂能赚钱吗？嗯，可现在都用洋椅子了。Certainly， 我们这个肥皂
像万金油一样，价钱便宜，效力强，是法国配方 France。 好 France。 爹，来慢走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们都合计好了，你就放心，肯定算是一定能干好。老爷你放心吧，吃吧，吃了药病就会好了。我原本打算回老家去的，可是你还能去哪儿呢？你老家里唯一的亲人，你的姑妈都不在了。苏发，别老想着回老家的事了啊。文清，姑老爷要走了，还不快去送送。人家姑老爷闹归闹，这一出去就开工厂，你呢文清，你就这么玩下去啊？啊，岳父您就回去吧。江太，出门在外少喝些酒吧。文清放心好了，走吧。您可走好啊。您放心吧。哎，江太到了，一定来信啊。知道了，文才回去吧。文清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早晚是要走的，这不正在联系呢吗？你是老大，倒让江太抢了心啊！赶快联系吧。哎，烟戒了吗？啊，我问你烟戒了吗？啊，对，我戒了。确实戒了？确实戒了。那纸烟呢？也不抽了。哼，又说瞎话，看你那手，哼，都让纸烟熏成什么样子。回头洗。哎，停停停停，爸爸是这儿吗？十号。嗯，是十号。咱们就要住这儿啊？嗯，宅好像是这儿。哎，请问这位小姐，曾浩先生是住这儿吗？是，您是？我是王律师介绍到这儿借住的。嗯，哦，我叫袁任敢，这是我的女儿圆圆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就这儿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对，老王头，来客人了，这位是袁先生。听说听说了，哎，前厅和西厢房都收拾好了，哎，请进，请。爸爸，快来看看，先生，先生，这院子好大。睡了吗？我也是心里一直惦记着这幅画，前两天我做了一首小诗，我又把它改了改，你看成我就给提上去，空在那总是挺别扭的。哎，南园青竹北国生，枝叶婆娑天旧城，春寒秋露奈何半，只缘兰草暗香葱。连我都忘了自己是南方人了，
你还总记得？还成吗？成。那我就把它提上去了。顺儿，东北门关了吗？关了，老爷，您慢着点，慢着点啊。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耗子，这房子老了，耗子就多呗。哦，耗子。姨父，淑芳，你在这儿啊？那是谁啊？这么晚了还开着电灯，不知道规矩啊。嗯，哎，啊，爹，走前面看看去。是老爷。老爷您当心呐，慢点走。哎，您慢点走，去看看水花门都关好了，老爷。嗯，姨父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人都走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洗脚水我都给你打好了。给我。这老爷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要让咱爹看见，有你好瞧的。哎，别管我，你就让我点着这灯看看。谁管你了？这不是碍着面子，怕人家说闲话吗？哼，管人家怎么说呢？就要走了吗？哎，我可没逼着你走啊，你别老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，好像我天天都在欺负你，跟个母夜叉似的。我不是处处都听你的话了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我到你们曾家我真是受够了。我
婆婆在的时候我受婆婆的气，婆婆不在我受媳妇的气，我天天我还得看您老人家的脸色。哎呦，我真是富贵身子丫头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就要离开这个家了。文清，睡吧。姑奶奶，这儿有您一封信。哦，是姜太来的。姑老爷厂子办得怎么样？出去这一年多，发财了吧？啊？说是要寄钱来，可总也不见汇票。回头啊，我去邮局问一问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张顺，你来一下。哎。你看这土墙的裂缝越来越大，回头啊你跟大奶奶说一声，找个泥瓦匠来给补一补。哎，我都跟他们说了好几回了呀，说没钱。得，姑奶奶，回头我再给您跑一趟啊。麻烦你了。今是八月节，买两斤月饼吧。谢谢姑奶奶。来，这孩子，您到这简直是搬家了。来，拿着。到来了，这么多东西。嗨，乡下有什么好吃的？还不是家里养的，地里长的。是啊。拿来给老爷太太尝个鲜。是是啊。住啊，来。鸽子呢？这儿呢。是啊是啊。来。哎，这五月前接不回来的，没钱砌什么棺材呀？这都砌了一年多，到现在一个子还没开呢。走，找陈大妈去。走走。走。哎，又是你们几个，出去出去出去。没你事啊，要账不能堵着大门口啊。啊，没你事啊，你们忒不像话了。陈奶奶，这要不就帮个忙吧，祖先扣我们钱的，你就帮个忙吧。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我先看出你了，动不动规矩。这是曾家大公馆，闹急了我们老爷一张名片送到局子里，就能把你压起来。别说你们这几个小钱了，就是成千上万的银子也在我老婆子手里过过，你们这些流着球嘎杂子，给我出去出去。哎，你快走快走，不能急了，真不像话。可恶。这是20块钱，你给龙宝斋裱画铺。哎哎，别让别的铺子知道。嗯。哎，你不许扣底子钱。不会不会不会的。要是他们问起来，你就说大爷不在。嗯嗯。要是棺材铺着急的话，你就让他们直接去找老太爷去。好好。哎，要不就抬走，可在家里我还嫌晦气。哎，大奶奶。嗯。大小姐说呀，她屋里的土墙该收拾了。哼，不是不收拾，是收拾不起呀。姑老爷不是在外面办厂发了财了吗？你倒是让他寄点钱回来呀。
风跑什么？你看你什么样啊？别老跟那风小姐玩。哎，你要是不喜欢瑞珍呢，等你中学毕业，妈再给你娶一个。大奶奶，哎，还不快到你爷屋里温书去啊？是。圆圆，圆圆，你出来吧，圆圆。你在哪儿啊？圆圆。好啊你，哎，你别跑，你别跑你，哎，小鬼风听，瞧您都弄脏了，这寿梦都切了100多道了，是我爷的命根子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非罚我跪不可。切这么多道干嘛？我爸说了，人死了都会烂掉的，碎什么也没用。哎呀，走吧，放风筝去吧，走吧。青少爷，这是我特地给你学摸的啊，还是凤头短嘴儿吗？奶妈，哎，这应该是一对儿的呀。原本是一对儿，半路上小柱非要拿出来玩，哗的就飞了一个，你看多可惜呀。是啊，大爷，您给他起个名字吧。好啊，我们就叫他孤独吧。什么孤独？这孩子。哎，柱子，拿出来糖葫芦去吃吧。快，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，玩去吧。哎。奶妈。哎。也就是您还惦记着我这点心思啊，青少爷。哟，这怎么有根棍断了？我找个绳子给他系系。哎，真是是断了。嗯，司仪呀、啊。司仪，司仪，哎哎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耗子，耗子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这房子了，耗子多，要买耗子药。你总是不肯。谁说我不肯呢？我早就买了。哪儿呢？这不是耗子药吗？这不是吗？现在的耗子它和以前不一样，它不吃药，专找人心疼的东西啊，祸害。哎，我这幅画算是完了。哟，那有什么了不起呀、啊、再请素表妹画一张呗。你，哎，这是我画的。哼，一幅画被耗子咬了，您就急成这个样。咱家的房子产业成年就被那大耗子咬得都快空了心儿了，你跟没事人似的。嗯，我就奇了怪。哎，我说您老人家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在哪儿？哎呦，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就在那里。哦，陈奶妈，哎，拿走他。大奶奶，这裤咬人的。哎哎哎哎！哎呦，表嫂，是这幅吗？是。我试着补补吧。
哎，你补补吧。要不啊，我罪恶可大了。嗯，你们俩呀、啊，一向一唱一和的。临了临了，给你大表哥留点念想。嗯，那我。还是请素表妹帮着补补吧，怪可惜的。哼，是怪可惜的。有的时候我真羡慕素妹妹这双巧手啊。嗯，针线好，字画好，样样巧啊。哎，说句笑话，有的时候我真想拿把菜刀把它剁下来装在我的手上。司仪，你这叫什么笑话？哎，我这个人呢就是心直口快，有嘴无心。苏妹别往心里去啊。有时候我跟文清讲啊，我要是男的呀，我就娶素表妹这样的做媳妇儿。怎么这么说话？哎，对了，过两天我和爹请袁先生吃饭，商量重要的事情。素妹，到时候你炒几个拿手好菜啊。嗯，什么事儿？甭理他，谁知他要出什么幺蛾子了，真是的。哟，这是陈赖妈拿来的。嗯，还是凤头短嘴呢，多漂亮啊。怎么就剩一只了？啊，还有一只飞走了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你也希望我走？我希望你出去做事，我相信你能做成事的。这个家我是不想回来了，我明天就走。素发，你和我一起走吧。我啊，你答应了跟我一起走啊。我，你说话呀。素发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东一个西一个苦苦地生活着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告诉我呀。文清，地上还一封呢。哦，就一封啊，在手上呢。高一点，这回他不学了。
们肯定比他们高。对。慢点，咱摔着。我马上来啊！行行行，真好玩。当当滴当，好啊！慢点。哎，圆圆，你还能跳两下呢啊！那是你不知道吧？走，哎，快跑，放线啊！哎，圆圆，哎，哎，圆圆，我的手流血了，我得回家抹点七里散去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哎，你没事儿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到底跟着我？没事，不聊了。嗯，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没事。跑啊跑！走吧，咱们接着玩去吧。行。这回我爸。好。走，来给你。好。起来，走喽。好，快点，圆圆。起了，我正准备跟你素姨雇辆车追请呢、啊，不远不远的就回娘家了。娘家有金山呐？你可真懂规矩啊！我不太舒服。这儿就不是你的家，这我就不能伺候你少奶奶了，是不是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已经好了。以后哪儿不舒服，跟妈说一声。你爷爷正等着抱重孙子呢。是，我回屋了，妈。等等。哎，谁让你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发财了？哪个人这么讨厌多事儿？啊，表嫂，是我让瑞珍买的，姨父晚上念经用。啊，哎呦喂，你看我真是猛张飞，有嘴无心的。其实他老人家吩咐一下，不早就买了吗？爷爷说过好几次了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自己的事都办不好，我问你，曾平呢？在小公园和袁小姐放风筝呢。哎呦，我苏梅，你瞧瞧，有这样的傻人吗？自己的男人跟人在一起玩，他不说回来看着他。你可别犯傻，那是你的男人，你一辈子的靠山，你还不叫他回来拜祖宗啊？你看你那死样子，你怎么不死呢？你表嫂，瑞珍，快回去，走吧。素妹，啊，我有事儿找你。哎，文清。文清，文清，文清，人我可给你带来了。哎呀，司仪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该怎么着？你心里可明白啊？你何苦非要这样子呢？你可别逼我撒野啊！你，素芳，你别理他，你先走吧。哎，你走呀！赶走！哎呦，真是何苦啊！哎，哎，你给我过来！司仪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来！这是素妹给文清的信，
文清说当不起，请收回。你给他，你给他，你快给他，你给呀、啊！你傻了你！你给呀、啊，你给，你给呀、啊、你！你就逼死我算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你哭什么呀？你爹死了。文泰，江泰还没有回家来啊？没有。都是你惯的。他姓江，你可是姓曾啊。爹，爹，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。娘，娘。爹，这不能怪文采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一群冤孽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看那样子啊，怎么能去见人做事？爹，文清啊，这一两天就要走了，东西都拾掇好了。哎，文清，哎、啊，还不快给爹辞行啊？快点，爹。给您辞行了。曾廷瑞珍说爹一路平安。爹，爹一路平安。说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。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。哎，行了行了。说儿子儿媳妇儿不能常孝敬您老人家了。儿子儿媳妇儿不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张老板，张太太，您老人家里面那个刘老板。老爷，这是杜家在放鞭炮，听说是新建的厂子今天开工。什么？工厂开工，干嘛放这么长的鞭炮？关上门，关上。哎，哎呦喂，这不马局长来了？贵客呀，马局长，马太太，你们真是大驾光临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来来来，恭喜恭喜啊！啊！哎，爸爸，这就是北京人的头盖骨啊？不是。那在研究所里哪能放这儿啊？嗯，我看看。哎，别动，这也有五千年的历史呢。文清啊，你的车票订好了吗？爹，哎、我已经订好了。苏表妹，哎呦，坐好了。爹，你看，
这是咱素表妹特地为袁先生炒的几个拿手好菜。哎，一会儿袁先生来了，你陪他多说几句啊。袁先生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，表嫂？思仪呀，你应该问问素芳，她愿不愿意和一个整天拿着死人脑袋壳的人交往啊？爹，人家袁博士可是大学问家，妻子啊去世多年了，一直是一个人。苏妹，我早就想跟你们说和说和。表嫂，你别说了。你别走。素芳，你也说说你的意思嘛。啊，素妹，你可别辜负爹的这一片好意呀，说说你的意思。我没有意思。哟，你倒是说清楚点啊，这嘴里怎么跟含个枣似的？是没意思呢，还是没意见？哎呀，思仪，人家素芳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没意思。我说素妹的事儿，你急什么呀？我这不是都为她好吗？总不能这么一辈子孤身一人吧？您说是不是啊，爹？哦，啊，素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迟到了。袁先生，哦，邹老伯，袁先生，我们又吃你来了。哦，哪里哪里啊！袁小姐，啊，请。一来我儿子最近要出远门啊，二来嘛，听说袁先生也要搬出去，所以略备薄酒。最近我们想另找一处住处。哦，因为我的未婚妻马上就要来了。这是这个月的房钱。怎么，你有未婚妻啊？是啊。大家都没意思。袁先生啊，恭喜啊，同喜同喜。请坐。哎呀，太丰盛了。哪里呢？来，爹，快坐吧。家里一样啊，大家都请吧，都请吧。对对对，你也是东西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还想不想脸？想不想脸？啊，你们要杀人呐？要杀人呐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小子要腿还是要钱？我们老板可说了啊，你小子借钱不还还逃之夭夭。第二个，给他点力气。好嘞，抄家伙。行啊，去，拿去。好嘞，好嘞。袁先生又要到哪儿去啊？我们准备到蒙古去考察。老太爷，老太爷，大奶奶，江姑老爷回来了。啊，爹，您坐着，我先去看看啊。袁先生，您慢慢吃，失陪了。好，袁先生。文静，来，请。流氓，流氓，是你们穿不好了放高利贷，这是我的钱呢，不是我借钱不还呢。啊，不要告官，你们还讲不讲理，还讲不讲理啊。啊，文才，你不要理他们，他们都骗子。你们打死我好了，你们打死我好了，你们不要，不许碰我太太，不许碰我太太。男人呐，你们欺负女人还有没有玩法？你们打死我好了。怎么回事？他的这500块钱你们要是还了，我们立马就走，要不可别管不客气。哼，谁借的找谁去。大嫂，你不能借此不救啊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大嫂，文才，大嫂，你不要去求他，不要去求他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让他们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吧。我让你们想什么反应。我不要，小丑，别过去，别打。哎呦喂，别打呀，别打。等等，我这有首饰。文才，你不要给他们，走，拿着钱。这他们也是20块钱。
点，不过我再想办法清点。表姐，表姐，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苏表妹，苏妹妹，你别着急，不要给他们，这是三百块钱，是骗你拿去吧。流氓，这个钱合适吗？哎呀，救人要紧，去吧。什么社会呀？你天呀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三百块，我要告官，二我要告官，你们放了江太，我这么。搞什么痛快啊，不就没这事儿了，赶紧去你妈，骗子流氓，对不起啊，惊动各位了，我警察找我朋友去，算你小子捡条命。哎，快走，快走吧，他们都是骗子。文才，江太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顾老爷，我总是倒霉，歇着吧，我总是倒霉、啊、肥皂厂生产出的肥皂是软的，配方不对，钱让他们给坑走了，我为什么总是这么背呀、啊、我总是这么背呀、啊、总是这么背呀、啊、总是这么背呀、啊、江太别这样，江太不，我要革命反抗，打倒，让他们都滚他妈的蛋，江太，都滚他妈的蛋，都滚他妈的蛋，人回来就好，咱们再想法子，人是最要紧的，进屋歇着，我总是倒霉，让他们都滚蛋，都滚蛋，把鞋脱了，别嚷了，江太瑞珍，瑞珍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？苏姨，我，别哭，别哭啊！这是好事儿啊，表嫂知道了，就会对你好的，她还想着抱孙子呢啊！不，千万别让他知道，我死也不愿意让他知道，我不要，要不是我娘死得早，你又不疼我，我死也不会结婚。要不我先告诉曾婷吧，她是个孩子，我。赶快想想办法，文清，文清啊，文清，畜生！爹，你个畜生，我打死你、哎、我让你再臭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，爹，爹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爹，爹，我爹，爹，您就饶了我吧，给你跪下，你是父亲，我是儿子，啊，求你们别再抽了、啊、别再抽了，行吗？爹、啊、您别这样了、啊、我给你磕响头了，我给你磕响头，我给你磕响头了，求你别再抽了，别再抽了，妈呀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哎呀，文清，文清，文清，这样的儿子你怎么不死、啊、哎呀，爹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死啊！爹，
小心了，不行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啊，老爷，姨父，老爷，姨父，爷，你身上怎么了？快把他抬走，赶紧送医院呢，送医院，救命啊！这是怎么了？死在家里头啊！快点，哎，文才，赶紧到杜家去借车去，快去呀！好的，爷爷，快，爷爷，快，快抬走啊！老爷爷，姨父，爷爷醒醒啊！爷爷醒醒啊！老爷爷，哎呀，妈，爷爷的手流血了。哎，姨父不想走，你们听他的还是听我的？赶紧抬走。是是是，别了，快快快！姨父，老爷，爷爷，别了，爷爷醒醒了，爷爷，快点啊！老天爷呀、啊！哎呀！姨父，烫吗？正合适，舒服多了。哎呦，姨父，来，哎，苏黄啊，什么时候让我回家呀？在这儿跟坐监牢一样。大夫说快了。你总是这句话，我对西医是最不相信的。可到了这儿，您就得听他们的。我知道你累了，是吧？嗯，你早就耐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不，姨父，我没有。你年纪轻轻的伺候我这个老头子，我又没有钱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司仪天天想着要的存折。你心里委屈。姨父，我并没有想过要您的钱呢。你快三十了吧？嫁人，能嫁什么好人家？只能给人家当偏房、做二妈。再遇上前房的子女对你不好，你又没有钱，那日子……不，姨父，您别说了，我真的没有耐不住，我不会离开曾家的。小姐，这楼下送上来的。啊，文庆，素芳，文庆，哎，素芳，嗯，爹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
这些日子你在哪儿？素芳，你又瘦了。你也是，手这么凉，你有没有生病啊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。没想到我的几个同学都不肯帮忙，我想再到南方去看看。家里就全都靠你了，素芳。我对不起你，这十几年来我只想等这么个机会，可是我是个无用之人。不，文清，你别说了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有用的人。你去吧，到南方去吧。就来信啊。这些钱你带上，你要保重。你去吧。素芳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长上翅膀一起飞走？进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大奶奶，老爷子啊又嚷嚷要出院了，医院呢还让去结账。奇了怪了，他出院我结什么账啊？那存折不在他兜里揣着呢吗？您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姨父，没事吧？嗯，慢着点。我来，我来。老爷，您慢点。谁呀？孟家人。姨父，您慢着点。苏小姐，您过来一下。哦。这是医院的结账单子，回头您交给大奶奶，这钱可不能让您出啊，您能有多少钱呢？是不是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别害怕，走啊。你们这干什么？这是你们弟弟吗？啊，今儿个不是，过两天就是了。就连你们老天爷那棺材都得姓杜了。接着量量吧。啊，三十。
哎呀，靠边靠边，我们老爷回来了，哎，碰着靠边靠边，你你，老爷，老爷慢点，您慢点，坐下去。姨父，您慢着点。曾老爷，我们老爷吩咐了，这房子您要是舍不得，就先拿您那棺材来顶利息，我们老爷出高价。这事儿啊，已然跟你们大奶奶商量过了，您看看。混账！哎哎哎哎，我们知道了。哎，我们老爷呀，病刚好，要闹出点事来，谁担待呀？啊，诸位请回吧，请回，请回。哼，老爷。姨父，您慢着点啊！老爷，您慢点，您慢点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十多年呐、啊，这么好的祭司楠木寿太，打前清到现在也不多见。一百多道漆啊，容易吗？容易，容易吗？啊！你们凭什么要把他抬走？你们凭什么？咱们回屋去吧。姨父，凭什么？走。爹，怎么一回来就到这儿来了？媳妇儿备了点菜，等着给您接风呢。我是怕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他抬走啊，你可听说了吗？啊？哟，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做这主？不要命了？这事儿啊，得您拿主意。这怪冷的，还不回屋去？哼！圆圆，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？我爸说让我把信还给你，这条手绢留下做个纪念。什么？你给你爸爸看了？我看不懂嘛。对了，他说你还有两个别字呢。哎，那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叫我以后别跟你一起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素姨说你太太已经想毛毛了。什么？你就要做父亲了？十七岁的小父亲真好玩。行行行行行，十七岁的小父亲，行行。宗平，宗平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，你别哭啊，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，我们明天一起去玩，一起去放风筝。你别哭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给你买可口糖。你心上不是说让我嫁给你？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不行。哎，你别哭了，曾平。啊，慧珍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去练写字了，回头见。曾平，你是？什么？素姨说你有小孩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不过他已经没了。嗯，又没了。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你母亲，你答应我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看你哭的，妈。嗯，回来了。啊，你媳妇儿呢？也回来了。我让她喝罗大夫开的药，她喝了吗？我没见她喝。
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那是安胎药，知道吗？他以为能骗过我的眼睛，你让他喝。他要不认为是曾家的人，可他肚子里的孩子还是曾家的呢。他要是不喝，你看我怎么惯他。大奶奶，您的药熬好了，还是罗大夫那方子，放那儿吧。哎，怎么这些日子瑞珍有点邪呀，鬼鬼祟祟的，净叫一些乱朋友。妈，您怎么也是罗大夫这个方子啊？嗯，哎，妈的身子也不舒服，怎么你不愿意有个弟弟？不愿意。小可怜的孤独，你怎么不飞呢？来，小可怜，哎，素仪，瑞珍，哎，我正要给你看样好东西呢，是吗？嗯，素仪，嗯，你要给我看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呀，真把我喜欢。真的，这些是专门为你做的，多可爱呀，真好看呀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只是我用不着了。素仪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看这么大的事，你跟谁也不商量。你看这些衣服都白做了吧？我带两件走，做个纪念。带走？嗯。怎么，你要走吗？我已经和袁先生说好了，和他们一起走。哦，对对，走了好，走了也好。啊，这些小衣服你都带上，还可以。为什么不走呢？我没想过，我上哪去呢？可去的地方多得很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走，也可以去找他。谁？我爹呀。不不不，我不能。素仪，为什么不能？你不爱他吗？见到他你不快乐吗？见到就快乐吗？难道在这儿你就快乐吗？你说，你说呀。他走了，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，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，他爱的字画我替他管着，他爱的鸽子我替他喂，就连他不喜欢的人我都该体贴该爱。为着这些你还是亲近过他的呀。吹号吧，真凄凉啊。可是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吗？既凄凉又甜腻。
太阳真美呀、啊。这账我没法管了，杜家天天来逼债，咱拿什么还给人家？大嫂，你不要把爹逼得太狠了，做人要讲良心。谁不讲良心了？哎呀，天上有雷，眼前有爹，你不讲良心呢？你，哎，就是你不讲良心。你说谁不讲良心？你也欺人太甚了吧？有你什么事？别吵了，你们这帮连守城都做不到的东西，这个时候还要吵？爹，您别生气啊，爹。四爷，待会儿你过去跟杜家说，过两天让他们把那口晦气的棺木抬走，先把这座房子留下。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岳父，依我说，这人死了就死了，睡个七了几百道的棺材又怎么样呢？跟其一变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这只是一种习惯，就比如说我吧，啊，我这么坐着好看，那么我这么坐着就不好看吗？哎，再比如说，大嫂，我这儿打个比方啊，你穿着衣服好看，你不穿衣服就不好看吗？顾老爷，我说你是不是又缓过来了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。我这张嘴啊总是管不住。老太爷，大奶奶，杜家人又来说阴阳先生看好了，那寿木一定要在今天下半夜寅时以前抬进了杜公馆呢。啊啊，什么？哎呀，今天晚上、啊、今天下半夜五点以前呢。哎呀，爹，爹得拿主意呀。爹，哎，怎么着？他让他们抬走吧。哎，快抬走吧。哎哎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。哎，张顺，等等啊，你叫杜家那批混账王八蛋等一下，跟他们说钱就来。嗯，岳父，当初在我手下干的一个处长，现如今是公安局长了，找他一定有办法。你别去，别去，我担心你。岳父，他跟我关系最要好，这点小事儿不成问题。不成问题，哼！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你去吧。哎，哼！东西都拿出来。好。谁？啊，文清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
你就要走吗？不，我先把箱子放到袁先生那儿去。素仪，你想好了吗？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对，待会儿再说。好，我等你的信儿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我可没逼你老人家吧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看，这珠子多好看啊！这是我最好的陪嫁。我可去了。好妹妹，文清回来了，我不想让他再走了。以前嫂子有哪儿对不住你的，就请妹妹海涵吧。表嫂，你究竟要说什么？这么些年你们俩的心思，我这个做嫂子的最明白。我知道文清不能没有你，你最知道他。你看，这是我替文清给你下的定。这是干什么呀？素妹妹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我们自当姐妹相处。青墨，表嫂，你为了文清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不，表嫂，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，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。我是希望你和表哥恩恩爱爱的过日子。我大奶奶，杜家来人抬寿木，老太爷死活不让抬呀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素梅，喜事儿一定办得体面，房子我都看好了，等袁先生一搬走，就在那儿给你们办。你好好想想，我先走了啊。谢瑞珍，曾婷，我俩年幼结婚，意见不合，实难继续同居，今后二人自愿脱离夫妻。不要再念了。婷，真对不起你，要你写这样的字据。不，这两年你在我们家也受够了苦，
哎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哎呀快点，哎呀哎呦，你看大爹呢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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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大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不是这个台子，这是四川鸡碰不得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，碰不得呀，手里一百多道，别上来了，看看啊，不是这个台子，碰不得呀，以后我们可以常通信的。嗯。哦。这20块钱是妈给我的，你拿去吧。谢谢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看着点看着点，你可不能抬着走了，快点，老爷，快点，快点，求求你了，为什么你不要紧啊，老爷？这些书留给你。你要好好看。嗯。认真。你好好保重自己。嗯。海蒂回来了，别拽我，江海蒂回来了，钱呢？行了，行了，江海蒂，钱呢？钱什么钱？啊，钱钱呢？钱在这儿呢。怎么不放钱？爹，你看，这位先生在洋铺子买东西，他顺手抄了一瓶酒，委屈的在派出所里边待了一会儿。你胡说八道！那我去的是北京饭店，什么派出所？你们局长我认识，我没拿他们东西。哎，这件事交代明白了啊，再见你了。啊，你哎呦喂，回去吧，张太医。我没有。爹呀、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欠人家钱呢？大，你们给我大大。张太医，快走啊！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快下来！我去的是北京饭店，上警察局。老天哪，老爷，老爷，我没有你们这些耗子都不如的儿孙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别闹了，江太！不要和你离婚！不要和你离婚！别闹了，江太！江太，快走啊！江太，江太，你快走啊！你看，家都拆塌了吧？江太，早就说过要塌，要塌，要塌！你看，塌了吧？塌了吧？苏芳。